是给你们带来幸福，然后给我们一些礼物，每年都会来。感谢的嘞。今天收获怎么样？钱有点多，还有一些方便面呀，一些糖果，我准备自己存起来，留着给爸爸妈妈买礼物，给妈妈买一些项链呀什么的。奖励留给妈妈买帕拉梅拉，存在卡里。那卡是爸妈给你开的？对。你们存多少钱了？一千多吧。我们的话，除夕年就是小孩都会来，好玩是一种祝福。饮料，未成年，还有青稞酒，还有啤酒。然后那时候比较穷，然后就是青稞。比较没货去的话就有吃的。现在的话就生活好了，小孩就糖钱。白拉的生活，你们当用的糖都去哪了？白拉的啥人？你们当你起码我说点，你那都稳点没？赢了点没？就是。这时候家叫我娘把我这个事，这样你们就记不得了呀。你这也怕了，真的是。打算他就说他也是觉得他们送的嘞，天天我这个我赢了这个嘞，人家抢这个嘛，人家不一样，这样的人家就是那个还没嘞。我三弟他们嘛呢，他都就说他都抢人了，他爹呢他妈娘呗，他就是空白多年了，得了这钱是不是得了？